宝贝，你在逛街吗？啊？啊？你手插口袋什么意思？Iron Man。嗯。阿迪，你已经好多 Iron Man 了，可不可以买别的 Transformer 啊？你不知道 Transformer？ 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Iron Man。这个是一个 Iron Man。哦，因为你还要一直插口袋就对了。我们已经有了 Iron Man。 妈妈，你看这是 Iron Man 的车子，它还有 It's a 20 Iron Man 车子耶。啊，你不是要 Transformer？ 对啊，弟弟想阿迪，你不是要 Transformer？ 你家里已经太多 Iron Man 了。哎，我还把它扫地。你直接玩了、哦、OK， 手手放好。太多了。爸爸带你去看 Transformer， 快去，快点好不好？去看 Transformer。Iron Man。嗯。Iron Man。Iron Man。阿迪，这是什么 Bubble Bee？ 要 Bubble Bee 吗？哎，这个就是我要的。嗯，但是你已经选了 Play-Doh 了。对，我要艾美，我要艾美。你还是比较喜欢 Play-Doh 吗？选好了没有，阿迪呀、啊？我要这个艾美。对。OK， 阿迪。